就是廁所，之後呢它這裡整個地方呢其實都很闊落，然後廁所和那個洗澡的地方呢是分離，所以的話我覺得是應該會 OK 的。然後呢這裡就是主卧的地方，然後這裡是一個辦公的地方，然後這裡有一個梳化和一張床，然後這裡應該就是茶水，這裡是這裡就是茶水，這裡沒有影。之後這邊是外面的 view 的景，其實這裡是算會展中心地區嘛，即是福榮這邊是深圳算郊區的地方，所以而且五一假期今天下大暴雨，所以沒什麼人咯。不過這邊正常來說平時的話應該假如沒什麼展的話其實都是比較空曠一點的。這裡就是整個房間的 view 了。現在呢就要去逛一下酒店，然後看看這個酒店的 facility 啊，還有一些什麼餐廳啊，一些游泳池啊是怎麼樣的。哇，那里那个是传说中的无边际游泳池，这里的话就是健身房，还挺大的。然后现在就来了这条很漂亮的楼梯，应该是从二楼通往一楼的，通往一楼大厅的，真的是。但是这边的设计感觉还蛮园林风的，假如现在没有下雨的话能出去逛一下挺好。早安，现在就要去吃早餐啦。早餐是在酒店的二楼，啊，不对，是在一楼。现在要去看一下。这是西餐部分，然后刚刚那个是中餐，是比较偏广式的那些菜。哇，这个蛋真的好漂亮啊！这边的话就是西餐的早餐面包，啊，这边还有 pancakes， 好棒！好啦，然后这一次的五一 staycation 已经结束了，然后现在就要去 check out 啦。谢谢大家看我的影片，再见。